看看这两个男人是如何一天狂赚500万的。他们先是来到五星级酒店，将自己伪装成泊车小弟，接着只要看到是豪车，他们就立马笑脸相迎，假借停车为由，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开走客人的车，然后通过车上的信息神不知鬼不觉地到对方家偷窃。像这种事情他们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他们都能赶在客人离开酒店前把车开回来。但这天负责在酒店放哨的平头男却怎么也等不回同伙长发男把车开回来，他有些心慌，毕竟今晚的客人开的是玛莎拉蒂，平头男害怕长发男开着豪车跑路了。可其实他的担心实在是多余，因为此时的长发男在客人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是个被捆在椅子上的女人，从她狼狈的样子来看，被绑在这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女人向长发男发出了求救，她是被这房子的富豪主人给绑架的。长发男本想救她，但女人却说富豪马上就要查看房间内监控了，长发男只能迅速离开这里。他急匆匆把车开回了酒店，看着富豪开车离开，长发男简直不敢想象他回去后会对女人做什么。为了救女人，他打电话给警局报案，晚上他实在放心不下，还自己开车去富豪家门口查看情况。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当警方赶到富豪家时，他的家里竟然还有另外一个陌生女人。他们对警方随便说了几句话，警方就离开了他家。长发男在车里快要抓狂了，他找到兄弟平头哥帮忙，两人趁着富豪出门时偷偷溜进去查看，可原本关押着女人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就在他们四处乱窜时，楼下还响起了警方的警报声，他们这才明白富豪耍了他们。富豪应该早就发现了异常，所以他叫来一个女人搪塞警方，等女人走后，他又把绑在家里的女人带上车逃离现场。富豪知道他们会来，楼下的警官就是他提前报警的证明。长发男和平头男得知富豪的阴谋后赶紧翻墙逃跑，好在他们常年偷窃，跑步的速度倒是一等一的快。可就算摆脱了危机，长发男还是寝食难安，他怕女人被富豪杀害，于是他主动去警局选择了自首和报案。他说自己在去富豪家偷窃的过程中看见了被他囚禁的女人，但当警方赶过去时，现场的证据早就被富豪清理得干干净净。他既不承认自己绑架了一个女人，也不承认长发男曾来他家偷窃过，因为他要自己去收拾长发男。从没见过这么倒霉的小偷，他不过是想偷点富豪家的钱财，却发现这富豪居然是个变态，他囚禁了一个女人在家里。由于长发男发现了这件事，富豪便把女人转移去了山里的小木屋。富豪绑架女人不是为了对她图谋不轨，而是想用驯马的方式来驯她，这就是富豪的变态癖好。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在他眼里都是用来取乐的工具。由于长发男总是试图报警抓他，富豪就把下一个驯养目标放在了他的身上。富豪先是在长发男车上装了个定位器，然后他跟着定位来到长发男的家。此时的长发男正在家里洗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的危机。还好富豪只是随手过过瘾，他不会轻易杀死长发男，他要慢慢折磨他。富豪找到长发男的电脑和相机，他把长发男女友的私密照片传送到了他学校，这个举动害得长发男女友和他分了手。但富豪觉得还是不够，他砸破了长发男的汽车，还开车过来吓唬他。惊魂未定的长发男还没回过神来，又接到富豪的恐吓电话。 I will correct you. 长发男恐慌极了，他不知道富豪口中的教育是什么。而当他赶回家时，他终于明白了，因为就在今天，他的父母都被公司炒了鱿鱼，就连刚和长发男分手的女友也遭遇了富豪的袭击。几乎一夜之间，长发男的生活遭到了翻天覆地的打击，他气得去找 FBI 求救。可与此同时，富豪也在进行着他的下一步计划，千万不要惹既变态又有钱的人，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趁着男人打电话的间隙，富豪立马将他打晕在地，接着又一枪打爆了他的头。随后他还把枪塞进平头男手里，伪装成自杀的假象。富豪太自信了，他觉得没人会抓到他，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拿起了正在通话的手机。但早有准备的长发男迅速截屏，他录下了富豪的照片，并迅速将其发给 FBI。 做完这一切，他立马赶去平头男家里，但已经晚了。
平头男凉的就差坟头长草了。长发男愤怒到极点，他发誓一定要抓到富豪，于是他再次溜进了富豪的家里。今晚富豪没在家，长发男顺利在他家找到了他的另一个木屋住处。不过富豪也在隔空监视着他的举动，他家里早已充斥着易燃易爆炸气体，只要时间一到就能把长发男炸得灰飞烟灭。等到长发男发现这一切时，爆炸也进入了倒计时，他急忙赶去车库开车。要是他慢一步，现在就该和平头男作伴了。怒火滔天的长发男火速赶往木屋找富豪，但他刚到那里就被埋伏的富豪一棍子给打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那个被富豪绑架的女人正在经历生死危机，长发男只能求她放过女人。可富豪除掉了女人，现在就轮到长发男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女人只是被他的子弹擦伤，他一掉下去就很快苏醒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就要和长发男一起被埋在这里，女人连忙站起来往上爬，可她手突然一滑。看着堆积如山的尸骨，很明显富豪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女人不甘心成为其中的一个，于是她拼命爬出来，并在富豪要对长发男动手时一棍子将他打倒在地。她替长发男解开束缚后，他们就准备杀掉富豪，不料他竟翻身对他们开了一枪。要不是两人躲得快，现在就都躺在这儿。他们跑去森林中，长发男捡起了地上的一个斧头，他准备和女人联手制服富豪，先由女人去吸引富豪，然后他们开始扭打起来。长发男凭借着手中的斧头赢得了上风，当他终于把富豪打倒在地时，他也已经精疲力尽。最后他们把富豪绑进了木屋，就像他曾经对待受害者们那样，现在该轮到他感受一下被困的滋味了。这时 FBI 的人也赶到了，他们给长发男披上衣服，又去木屋抓杀害了众多女人的富豪。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善恶到头终有报，有时候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